安尼，我妈讲了。我了解，虾啊，虾啊，红虾啊嘛，什么物件？虾子啊。对啊，来虾，我买了，你可以打开看啊。虾啊，这大盒的哦，这一盒快将近两斤了。对啊。不一样。够水的。不少够啊，比虾。哎。什么东西？哪里不一样？哦，哪里不一样呀？我跟你讲，只有大小了，只有大小了。这个是比较大，所以买这个。那个，我跟你讲啊，白色和那是大多了，那大大些哩。三宝贵啊！你有贵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也可以混哦，因为价钱都一样，你可以混搭啊。但是你会有疑问说，为什么我这个一样卖一样价钱？但是你要想看，这个一盒，这个一盒是将近一斤半，这个一盒是将近两斤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比较多。你好，啊，你会使加，安尼加咧嘛是刚好500块，啊，你安尼两个加咧嘛是500块，啊，在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都可以随你们混双。来。今天要收钱了呀？多少？来个贵啊。275呀。大哥，是贵用多一公斤的，这大只的，今麦行情一公斤好80块啊，三只了，再你只要是。来阿姊，先喝一。你要到西位嘛有啊？哎，大鸡鸡腿啊，我有无？啥物件？大鸡鸡腿啊，大鸡鸡腿有啦。有有有。这个没有了哈，那叫了。铁路柱嘛，足顶路的，看有啥物食，阿姊要食哦。春节你要做一届，袂袂好无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行情七块200，这减一块，啥物食？袂好啊，看哪个？有啦，啥物啊？铁路柱牌无？铁路猪排，全家订都卖袂掉。啥物贵啊？我袂炒。六三百。你小贝贝小。来。铁路猪排，来。哎，铁路猪排，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在这里啊？还是打好啊？来，谁先点菜的？是木鱼啊。谁先点菜的？是木鱼油啊。这边。这个南面五座港铁这里。大鸡腿要2分了，嘿，要2分，来600块了。老板，虾子怎么卖？34，要块对。一样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可以混。啊，大小只。来。啊，你小只的量比较多。小只的那个一盒将近两斤嘞，这大阿袂哦。这个是红虾啊。啊，白虾啊，白虾。一份300块，六斤，大只鸡腿哦，足好食啊！你食看卖啊嘞。单煎就会使啊。对，你要用汤的嘛，好食啊。啊，六斤偌济？我故意卖你们很便宜啊，那外面市售价一盒都350的啦。不多的先啦，爱多啊。咩？吃来就好啊，小腿变一龙样，哦，这种青哦，这是生的，这不是熟的哦。六斤，哎，六斤300块，
你吃一届，你相信我，你只要吃一届，你了解，你会过来。我卖买啊，啦，你会知哦。我个卖啊，就一斤鸡，对我来讲，袂讲比人家大个，更加更加香，对哦。我哩会使买细只啊，有细只。细只啊，只细只啊，只只。哎，提出猪排。你是要较少个啊啦？系啦。你要较少，你就讲就好啊啦，吼。安尼较紧个啦。这真正的啦，恁大拢这拢物件，拢这拢小家庭，我想我都两百啊，啊你爱两百加起，啊你剩三斤了，拢要吃无？百五，这三只的150，有没有要吃的？有要吃看卖无？这嘛两百，那嘛两百啦，你把它放放做伙啦，啥物鱼啊放做伙？今天有鱼干吗？有鱼干啊，有。小鱼干，小鱼干哦，呀 ，Hello， 小鱼干，哎，这把那边那边，两边，两大的吧。我跟你讲啊，菜市啊行情个真正好无错，一大斤啊，最起码四五百块啊。无淡的种个呀？啊？淡的乌拉鱼，乌拉鱼，乌拉鱼，乌拉鱼。啊，我要淡的乌拉鱼，爱食。来。这规地拢我你吃会完无？我无，遐大，我冰箱的冷冻已经拢冻袂，拢冻袂落啊。先生，哎呀，我今仔凊彩今日乌卖卖卖啦，反正大了我这，你若今仔你卖就拢叫钱啦。你外口若这样穿，我无想这地上就给你开一千啦。阿姐，你来提走500。给我。买过拿回来退钱啦。我实在我笑伊啊，我你安尼是咩卖？你叫我卖高级鱼嘞，结果大高级鱼嘞，大不卖，你叫我卖高级鱼嘞。你家己看卖这鱼啊，偌水。我开高价。嘿啊，你看这鱼啊，偌水。你卖卖五百。你卖无同款，500块，两个平当啊。哦。个人想要食龙胆石斑的无？只要甲恁台好，拢甲用好啊。哦，全部拢1000尔。真正，给他随便乱卖啦，还有没有要吃的？真正乱卖啦。真的乱卖，还有没有要吃的？500块，来，500块。阿姐，你来安怎做？我一百，做我一百。那来做你做吧。400到500，不是900。那有迄个底下个500、400、900啊？不是，迄不是200。无啊。有啥物件？伊有啥物物件啦？鸡腿啊。乌龟鱼啊。乌龟鱼啊。无听好，乌龟鱼啊，200。乌龟鱼啊，200尔。200块而已。应该是200吧？你都不先收钱，就超出来吃这种情形啦。啊，伊就讲等下再收你。奇怪呢！你诶人客拢讲做做一摆算诶，啊！你搁敢若讲？我买不到包。来啥？3包鱼豆，今仔有无？3包鱼豆有哦，一包内底。Hello， 你好。来不来？100块，100块。好，我不来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好来100块，100来，100块。要100。啊。物件足侪，几百项啦，啊，大家拢唔知要食啥。我讲真个，对哦，你基本上想会到物件拢有啦，啊，大家爱问啦，因为你规桌顶外讲摆到规桌百几万摆个落去。你来坐，坐来移动。个人要吃乌拉鱼的无？100块就好了。来，个人要吃无？来100。100块还有人要吗？乌拉鱼100块，还不是啦。你先出来100好不好？这都无人来吼。我要一只球。
我吃了我都有刘宇轩吗？刘宇轩，好的。老板，刘宇轩有吗？没有货啊。刘宇轩就只卖过两个蛋，哎，这个缺货缺。搭配哦，我讲了，无去找不着。啥物件？阿姊，目前为止上大班的迄班的尔。是啊，找不着。哎。啊？那个四条500块，超大只的海鲈鱼。这阿你是几箱啦？啊，1000块啊，我超大只袂1000。啊，阿你我真的吃不完，你饭也可以。啊，黄鱼嘞。哎，黄鱼4条500，做大尾的哦。4条500块。超级大只的。只有一包而已啊，我记得只有一包而已啊。我要买两百块的。哪名啊？大宝鱼啊。谢谢你啊。哪名？四只。宝鱼，我买两百块的。这样子可以吗？阿姊，等下我来跟你讲，哦，莫一直跟我叫，咱家己讲，我来讲明的啊，哦，嘿，不好意思，来，500块，你家要买两只尔呀？两只就好个呀，我卖准你较贵滴啊，两个人尔，好啦，够意啦，吼，有会大家电话找车，电话包走，来好。整件啊，250啦。反正他不买整件啊，叫我用便宜啊，要买少啊，怎么买？哎呦，安德今天表示今天真的没什么人哦，快来人冷清清哦。哎，昨天到昨天，哎呀，人真的很多。昨天真的人很多。那个人都坐，今天落今天落今天落大雨。长得跟他怕火。啊，有啊。
够好吃。哎，阿来，我买遐菜食咯，阿都买落啊。各位人要来无？五片500块。小麦。啊？啥物物件？阿妈来着，五只200块。我去提老尾啦，去提老尾。啊，袂钓着啊！迄长个我来讲，迄种正个哦，甲你拔好啊！老弟，你要出鱼吧？啊？你看你要食啥？你甲我讲，袂要紧，免客气啦。我著甲你讲，无买我袂甲你骂啦，但我足客气。我来讲啊，正常啊，发500个啦，其他你较济块啦，300块。看你要多一条彩鱼啊！我这目睭哪会弄个？阿姊，迄冷冻个。你即摆找我现捞，我来讲，啊现捞的不好意思，一斤1000，真正足咸的，一斤1000块啦。哦，迄阿妈莲啦，来。我这人我一挂。好，感谢我哦。吃起来，我讲你光吃一点点呐、啊，吃一点点呐、啊，就快300块了。是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吧，没得紧啊。啊，还有想要吃的吗？300块，300块，过来想要吃食卷的无？这拢正的哦。哦，哎，啊你买啥物啊？是干干的啊你？点菜吧哈。
切皮啦，哎，三只五百。今天全部大优惠啦，只要你敢问，我就敢学袂弄啦。爱食啥？你是爱？我老婆。让爷爷。我随便乱卖啦。哎呀，这是鹅啊。你看你要食啥？鹅啊，吼，迄大鹅哦，足水的。我一包偌济啊？我一包一百六，大哥。好了没有了没有了